在一起过了那么多次生日，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了。是啊，无论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，我们都在一起。以后不管到哪里去，都不会忘记这个家的。你看那个姿势，哟走了。路上小心。你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嗯，你要记得吃饭，不要再减肥。你看你全身都只剩下骨头了。爷爷要多喝水，多吃水果。注意保养好皮肤，知道吗？喝热水，别再喝凉的了，不然胃疼。嗯嗯。我会常回来看你的。嗯。走吧。走了啊。出国之后，一切顺利。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嗯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真的要自己一个人了。夏乔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一定要争气。工作室了，环境很好啊。嗯，干脆我不去进修了，就留在这陪你吧。啊？别开玩笑了，周六几点飞机啊？我不是星期六走。为什么？我今天就得走了，进修计划突然提前了，我需要马上过去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那我还是得去机场送你啊。你别去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去的话，我怕我会受不了。受不了什么？如果你去送我，就会让我更难过。搞不好，我会让你跟我一起走，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。我做不到，那太痛苦了。所以像现在这样就好了。我送完你，直接去机场。嗯，那好吧。现在这样就好了。要不然，
我真的怕我承受不住。那我们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说再见了，是吗？像现在这样就好。 你怎么跑来了？我来跟你告别。什么云淡风轻、轻描淡写的？我要怎么跟你云淡风轻、轻描淡写的告别呀？我再见到您那一面就已经是兵荒马乱，周围都已经乱糟糟了。我实在放心不下你，我觉得我还是跟你一起走吧。我不在你身边这一年，你出国了，我又不知道你在哪里。如果你不好好吃饭，晕倒了怎么办？ 如果你再因为劳累过度，又身体又不舒服了，怎么办？要是你爸爸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媳妇，怎么办呀？我如果不够贤惠的话，怎么办？或者像慧玲说的，如果你。